宝贝。我们常说要一起创造我们两个的回忆，那今天就是我们故事里最美好的章节。谢谢你愿意相信我，让我成为你的丈夫。谢谢你愿意相信我，成为未来孩子的父亲。谢谢你愿意相信我，成为我的妻子。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来迎接公主，我需要你收集五个男生的唇印在你的脸上。啊！哦！哦！哦！第二关就是我们要测验你有多认识朱莉。假设 Hank 被阿彪受邀摩托车展，但是他在出发前朱莉发烧了，你会怎么做？就在家照顾他，在家照顾朱莉，叫阿彪送餐，对，然后叫张伯伦来扫地，对。My dear husband， 宝贝，能在第一次用交友软体的第一次和网友见面就遇见你，只能说我真的是效率小公主。虽然你有时候脾气差又很凶，但是呢，我都会试着了解你、包容你，因为我懂你。谢谢你让我实现这一生一次这么完美的婚礼。让我能在这里和所有爱我们的人说，这是我选到最完美的老公。新郎高汉威，你愿意娶朱莉作为你的妻子，让他将成为你终身的伴侣，你唯一的真爱吗？我愿意。Yes, I do. OK. 我都没有叫过她老公，所以这一次是第一次叫她老公。我爱你。